안녕，我是 Mira。今日咧，我要嚟挑战呜呜嘅马来西亚广东话。我隔篱有，我系呜呜。咁咧，其实头先我哋已经做咗四题咧，就放咗喺呜呜嘅 channel 度噶啦。咁而家咧，呜呜咧要再考多我四题。咁系边四题呢？好紧张啊！头先佢话咧会再难啲啦，因为头先咧我赢咗三题，我估啱咗三题。咁唔知呢四题我可唔可以估到呢？咁个规矩就系佢要讲，譬如呢样嘢系橡筋啦。咁香港嘅广东话系橡筋，咁但系马来西亚嘅广东话会系咩呢？咁咧佢会有四个选项俾我嘅，咁咧我就要估边个选项系啱。叫囧根嘛，我们叫苏蓉袋啊，苏蓉袋，苏蓉袋，苏蓉袋，点解系苏蓉啊？它是苏蓉吗？就是它是那个苏蓉，就是那个字啊。真的、哦嗯？然后袋就是那个袋哦。啊袋，你睇个袋。它是苏蓉袋、啊。哇，如果你同我讲呢个系苏蓉袋，我真系唔知咩嚟咯。我哋广东话嘅文化真系好远。你应该考我呢个噶。冇啊，呢个冻系 bonus 啊。好啦 ，bonus。好 ，bonus。开始啦，我哋。开始。第五题。第几次？A 第几次 ？B 第几摆？C 第几轮？第几轮 ？C 第几单？你两个 C 喎、哦。嗯 D。但第几轮呢？其实香港都会讲的，譬如你呢个 round 一 round 两 round 嗰个轮，所以呢个冇可能是马来西亚嘅广东话。聪明聪明，呢、这个逻辑系啱嘅。第几轮你已经 ban 咗 ，ban 咗，所以第几单？我觉得一定不会是第几次咯，应该不会跟香港的广东话一样的，所以就是第几摆同埋第几单咯，单系次啊，香港都会讲噶，但系我哋好少话，我哋唔会咁样用单字咯。好刺激啊！好刺激啊！第几摆？我拣第几摆？唔系，我拣第几轮啊？唔系，第几单？我拣第几单？好，那你确定吗？第几单？第几单？你要再选吗？嗯、不要。我给你多一次机会。我不知道，我不想想嘢，我眼瞓啦而家。答案是错的，是第几摆？点解系摆啊？我不知道，但系我哋系讲第几摆嘅。第几摆咗？我跟你讲到几多摆咗？咁如果你话第几摆去拍拖，你第几摆去食呢样嘢？哦，真系噶？哦，哦，我第一摆同你拍呢个 video， 系咪觉得好有趣呢？我哋好有趣喎、啊！呢、這个真系我唔知咯，你唔讲，我以后都会记得噶，但系好下摆你嚟，下摆你嚟我，下摆你嚟马来西亚。下摆哦，下摆我去马来西亚嘅时候就系、是、我第一摆啦。哦，很快，他学很快。好，下一题，第六题，警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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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So A 系警察 ，B 系差人，C 系马达 ，D 系公安。你警察、差人和公安都是成日会听到的字嚟嘅。马达，马达系咩嚟？我最唔似就系佢咯，咁系咪就系佢咧？我觉得又唔系喎，你头 tricky 喎，真系。公安好像是大陆用嘅啫嘛。差人、警察、马达都唔知咩。咁你要马达系完全冇关联噶，我估。差人亂估嘅，亂估嘅，因為香港警察會書面語啲，但係差人會係比較口語化、口頭咁樣講多啲，覺得會係唔知點解會同馬來西亞似咯，所以就係差人咯，馬來西亞差人，大馬差人，你嗲乜嘢？你有冇宣布答案咗未？你宣布啦。答案係係馬打。馬打。马达，我唔知咩嚟噶。其实马达咧系马拉话嚟嘅，马来西亚语言嚟嘅。嗯。佢系硬嘅意思。马达系硬。马达系硬。马达。马达，即系话有眼睇住马达马达。哦。以前啲人啊喺度摆档啊。嗯。有马达有马达，因为有眼。有眼有眼。有眼有眼。哦。跟住执我就收皮咯，收档咯。收皮啊！即是用了眼来代替警察，而不是说真的马达是等于警察，是代替了这个警察的字。有马达，有马达来啊，米娜走啊，我走去哪里？走回香港。第七题，全部，全部 A 是全部的 B 全数，全数数目的数，全数。哎，你好叻啊，你知道广东话会怎么用全部的数。譬如你手表是1000蚊，那我全数给晒，即是我一次过给晒1000蚊。哦，是啊，所以一定不是全数，飞。C 冚唪唥。哎呀，冚唪唥，我成日讲噶。D 苏妈。苏妈最奇怪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信你。想收你的答案，苏妈。苏妈。答案是
啱嘅。第二集終於有一題中咗喎。係咩？我頭先錯曬咩？以後最唔似嗰個就係咯，蘇媽都錯曬。而家目前為止，蘇媽都錯曬。下擺我一定唔會錯。你已經開始馬拉廣東音啦。蘇媽，我驚有一日你唔知變咩嘅，你又侵阿貓，又侵咁多，又侵我咁。可能 mix 咗日文跟馬來西亞文，跟住韓文廣東話。蘇係蘇媽嘅。蘇媽。係蘇媽，其實係馬拉文嚟嘅。蘇媽，蘇媽。蘇媽。最後一題。我一定要啱呢一題，好難咯、啊！點解啲細題咁難噶？我都講咗好難噶啦。Last 第八題，開電單車。開電單車。開電單車。A 坐電車 ，B 開單車 ，C 開電車 ，D 揸摩托。我覺得揸摩托。揸摩托。最似是揸摩托，摩托最似是摩托是摩托摩摩摩托嘛？揸又好似好奇怪喎、啊。揸揸揸车个揸，你哋叫揸车咩？揸车开车咩？我哋揸车噶、哦，我哋都会揸电单车噶，所以摩托是摩托怪嘛，所以咧我系揸摩托。坐电车？坐电车冇唔系咯？开单车？开咩单车？单车嘛，即系电单车我哋去咗嗰个电。单车系自行车，要踩嗰啲先系单车。开电车？电车系电车嘛？可能我去咗嗰个单咧，即系话我哋讲嘢有时系 short cut 嘛。D 揸摩托，一定系揸摩托，一定系揸摩托。我唔知点解，但系一定系。答案系啱嘅。恭喜，最后一题答对啦！我可以去马来西亚啦。下摆我去马来西亚，我就可以揸摩托。然后俾麦达拉。总之我开心啦，可以见到大家，又好开心可以同 Mira 合作啦，拍一条片。嗱，因为真系好耐冇同你哋咁样坐低，讲啲好奇怪嘅广东话。所以如果你哋中意嘅话，记得 subscribe。做咩我做 ending 嘅？系咯，我做 ending 噶嘛，应该做乜嘢？你抢住做乜嘢啊？你做乜嘢啊？你做乜嘢 ？OK， 俾你。你 end 埋个顶啦，你。這條片就到此為止了，很開心今天可以跟到摩摩一起拍這個馬來西亞廣東話給大家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對廣東話有多些認識啦。如果你都喜歡這條片的話，幫我按個 like 和 share 這條片支持我啦，還有記得訂閱我的 channel 和記得訂閱摩摩的 channel， 我們有新片的時候就可以第一時間通知到大家啦。我們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拜拜，希望你喜歡我們馬來西亞的廣東話。馬達馬達，拜拜馬達。